Thank you.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三百多点，你知道吗？嗯。 我今天盘中、哦、有很多法人圈的朋友，甚至于包括很多投资朋友，其实你们问的问题都是一模一样。法人并没有比较厉害的。他说：“小石啊，今天这一根红 K 棒会不会又是假的？”哎、欸，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请问大家、哦、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记天得，台北股市它是一根扎扎实实，好像也涨了三百多点，一根扎扎实的长红 K 棒。结果呢，礼拜五台北股市因为连续三天的夜水长假，一根小黑 K 棒。结果没想到礼拜台北股市出现非常大的往下跳水，跟我们第二礼拜出现。 往下的大跳水，所以说大家想说呢，诶，今天这一根红 K 棒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哦，我我举例好了，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台北股市一根红 K 棒，礼拜五一根小黑 K 棒，你认为礼拜二重新开盘的台北股市会往下大跳水吗？那同样的，为为什么为什么会我们要？ 我基本上，我举个例子好了。现在最近呢，有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询问有关于我们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样的叶随挖根。基本上呢，我的叶随课程它的好处在于哪里？它不是在预设立场。我们今天我们做任何的所随目的，我们是在看一所谓的证据。好，你有证据，让证据去说话，然后借由证据做一个随完整的一个谓预测。那我请问各位啊，那问题为什么再一遍嘛？礼拜四为什么大涨之后，礼拜五跳水？那跳水完之后，在还没完呢，还没完。今天台北股市又大涨。 你能不能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 如果你答得出来，如果说你如果没有，如果说你答得出来的话，你当然不用来上我们的课程。可是如果你回答不出这样这么简单的数学逻辑，我欢迎啊，我欢迎我们电话吧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打电话进来询问有关于我们的课程内容。再一遍哦，我记得呢，在十诶九月三十号的那天，九月三十号那天，我很清楚的跟大家预告，我说大盘的月线它是个标标准的绿灯。九月三十号那天，记不记得当时不管包括端泰，不管包括长荣，都是拉出一个红 K 棒，可是。 我却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十月份大盘月线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绿灯。那么通常呢十，你说老师这样会不会太相怨？你说指数不是不是下跌就是上下震荡盘整，好，上下等于说我在九，这很难描述诶，我在九月三十号的时候我说呢十月份的行情不是下跌就是上下震荡盘整。那老师你太相怨，两头包那不是两头包哦，那不是两头包哦，没有了解人家的夜水操作上面的夜水气度。 如果我的周线、我的周线都是连续线的夜水绿灯，我讲坦白的，会跌到爆炸。结果呢？我预告，我说十月份、十月份、十月份、十月份啊，大盘月线是绿灯。那月线绿灯，它的夜水杀伤力你也看到了，不管包括航运、卖股跌了三十趴，哎、哦，三十趴，一口气跌三十趴，是从十月一号我们去放空一百二十一，放空就跌停板，然后果礼拜又继续跌停板，就这样一口气跌了三十趴。那同样的，那一些。 主力新太空的月衰标的三五四五的一个吨态，它的股价有没有在破底？有吧，有吧。这是月线它恐怖的地方。可是问题呢？股票市场它不可能永远一直跌。 在下跌的印随过程当中，我请问各位，难道多头主力就如同我昨天呢？我们国防部长讲一句很有趣的经典名言哦，他说：“你当我们的飞机都是塑胶的、哦，那同样的，你当多头主力做手，它都是塑胶吗？多头主力做手，他也想去扭转他这样的印随颓势，所以说他所制造出来是什么？我请问各位哦，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外资卖了两千八百二十口。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预告，我说周线它是红灯。好，再一遍哦。 月线绿灯导致于台北股市上个礼拜是一根长红 K 棒之后马上得逃灾，那同样的周线的伴水红灯，它提供这个礼拜的保护伞。好、哦，提供这個保护伞，它所做的一切，做的一切是从周线当做出发点，再延伸到月线。啊、你林刚跳舞，人跳舞哦，跳舞哦，哎、欸，对对啊，上礼拜我跟你预告周线它是红灯嘛，周线它是红灯。那今天收板，你不要问嘛，周线一定红灯。不要讲到周线红灯哦，让我来。 先骂人哦，不是骂你们啦，我骂主力啦。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再把上礼拜我重播的调出来看。上礼拜五我说大盘周线红灯。 哎，你看周、啊、线红灯哦，周线红灯，所以说你看到资源，我们一百零六块钱，我们介绍给大家的，到今天已经一百四十一块钱。哎，不是事后台教在那边看图说故事，你们十月份二号，十月二号你们索取到的叶随关键报告，我在里面有没有跟大家提到 IP 有哈、哦？都有，等下再跟大家做一个谁验证哦。那么等于说什么样的叶随概念呢？上个礼拜我跟大家预告，我说大盘周线红灯，可是行业内股周线绿灯。 结果预告周线绿灯，礼拜一行玉股跌停板没问题吧？哎，礼拜一呀，礼拜礼拜二跌停板好。那么今天是礼拜五收周线，昨天好不容易在周线关家之上，我是讲行玉内股哦。今天收盘又在周线关家之下，所以行玉内股周线又是绿灯。有时候觉得哈、哦，我到底还要再坚持做这个族群吗？因为很无聊，好像有一点在那边浪费生命。你你懂我意思吧？你说智源也好。 你说大同也好，你说资源也好，大同也好，所以今天我去买的合一，这随便一拉就上去了。可是问题你航运类股就是在里面，它就是它的波动幅度变得非常非常小，它不断做收敛形态。 那到底该怎么看？我等下再跟大家做完整报告。好，第二件事情哦，那这是中线的验水部分，那就极短线角度，这是昨天我所跟大家做的报告。我说昨天的收盘太小关键价，我说今天最好最好开低，因为开低它会直接往上走高。就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开低？但没有开低嘛，没有开低。那问题为什么没有开低？来看一下哦，这你现在所看到的哈、哦，是包括 PM 盘，包括 PM 盘当时的验水主力心态，你看到了昨天收盘。 昨天我们都知道，昨天是台积电的夜水法说会。那么我昨天是跟大家报告，我说外资呢针对台积电这张股票，他不喜欢台积电哦，他已经连续五天都站在卖方，而且他也不喜欢联电。我讲个笑话好了，你你们知道哈，你跑去放空联电被嘎的，你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你知道吗？昨天外资跑去放空联电，空了二点七万张，放我讲放空哦，我讲我讲放空哦。昨天连电外资卖超第一名嘛。 卖超第一名嘛，而且它放空连电是高达将近有二点七万张。老师，你怎么知道？麻烦大家自己查一下二三零三连电外资借券张数，昨天放空第一名就是二三零三连电啊，不被嘎到外太空，不是马上被嘎到外太空。所以说，基本上呢，盘面上你所能看到的叶谁数字，如果没有主力心态，他在背后当撑腰当支持，我讲坦白的，他的一个说 reliability。 它的信贷区间并没有想象中来高，看清楚哦。其实昨天哦，你仔细看哦，昨天的收盘这边，昨天收盘这边，昨天收盘的时候，其实呢，主力心态它是从绿色变红色，等于说昨天这一根尾盘的、一个谁收盘的黑 K 棒，哈，主力已经开始做多了。只有 PM 盘的时候，从这一根开始嘛，这个箭头往上面开始嘛，你自己看哦，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的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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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然后到今天早上开盘。 哦，这样子，从这个到这个已经涨了两百点嘛。今天早上开，呃、哦，老师也不准了。哎、啊，今天早上开盘主力現在先空啊，排水了。我不会把主力心态它空的部分，我把它拿掉，然后我骗你主力心态多。这是你下载我的叶水软体，你所能看到的叶水答案。可是如果说你单纯就它的叶水精准度来看的话，我整个大波告真的很高，真的非常非常的高。那问题主力心态早上为什么空？我请问大家，昨天好昨天有人，然后有人，有人嘛，有人他从尾盘一路买买买。買 买买买！今天早上一跳空开高，一跳开高，配合昨天谢老师讲的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所谓关键价，所以说它就先往下杀。 那我请问大家，那为什么主力在空嘛？我昨天我去做多，我赚了两三百点。我请问大家，今天早上开高要,不要出，要不要要出要出嘛？到一定要出嘛？就出完之后，出等于说这一段这一段是昨天他在这边去买的，这样子已经两百五十点的，他先跑，先跑先赢。所以造就成主力心态，它是空。就到现在再一次从绿色变红色，有没有出现大涨？有没有出现大涨？有的，有没有出现大涨？有的。好、哦，所以说基本上。 要怎么样下载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我们的电话号码零二二三九二三八，不要错过哦。好，那继续讲下去哦。很想骂脏话、欸，很想骂脏话、欸。三个，好，继续哦。来，我先讲一个结论好了。这个更好笑，这更、個、好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基本上哦，我很久没有做新兴域名了，我也没有看了，真的很抱歉，我很久没做新兴域名了，因为我是觉得说。 呃，不用去把基本面搞得这么样复杂，就像新兴域名在上个礼拜还这个礼拜大涨的时候，麻烦我是全市场上第一个老师，很多投顾老师呢告诉你你要买小只，不要买大只，对不对？我当时提出我的论点，我说他们的逻辑有问题，他们去买新兴域名，看到急涨跑去追，为什么去追？因为他认为什么？认为中国、印度、吼都缺煤来发电。 那我的论点，我记得在这礼拜几的时候，我讲了、啊，我说全世界产煤第一名的叫做中国，第二名叫做印度。看自己，我没有，我没，我没讲那个脏话啊。我就，我就讲看自己产煤的国家在说没有煤。好、哦，这是我当时的叶的论点，对不對,对？那么可是呢，再继续讲，先先把这先做一个买一个伏笔好了。那么好、哦，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今天货柜三雄有两只周线红灯。 一支周线绿灯，诶，可是问题，运输类指数收盘小于二零八点三一，那所以说代表什么？代表什么？谁是拖油瓶？B D I 相关概念个股，那是个标标准,准准的拖油瓶。 好托贫，我讲的很慢哦。好，你说老师，这东西有这么样的液水重要吗？基本上哦，主力做手他的液水出发点都在哪里？来，我们再看一则新闻哦。这个是呢，今天早上我们董事长啊，二四零九友达董事长，他说讲出来的，中国能耗双控，彭双浪享受廉价回不去。那除了他讲只有享受廉价回不去之外，他有没有告诉大家面板的液水价格它是往下荡的？它是往下荡的哦。他有讲哦。好，那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你回想哦。 回想哦，两个月前好了。两个月前，现在十月嘛，八月份的时候，你回想两个月前来，我看是两个月前来，两个月前，两个月前，假设在那边两个月前，你回想两个月前，你回想四个月前，我请问各位，那时候是不是很多法人告诉你呢？面板价格非常好，很多头部老师他坚持买友达，坚持买群创。 好，坚持买友达，坚持买群创嘛？那结果今天呢？我们反而看到友达、群创，甚至于包括面板驱动 IC 三五四五吨太不跌了。结果大家跟环高跟啊，好，因为今天董事长出来讲话喽，面板的夜水价格，我们不要讲说下跌，讲松动啦、啊、松动比较好听呐、啊。结果呢，老师又告诉你呢，因为他們之前买，然后他们之前买，他、啊、买完之后，再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已经跌四成了。哎、欸，拜托，友达股本一千多亿的股票，我又回到原点了。基本上我发现，投资朋友。 你们都没有在设停损、欸、老师，我是跟头顾老师啊，那你就带箱投靠。老师，我是跟头顾老师啊，你就带箱投靠。就像我，我昨天我九十五点一，我有去买二六零三长龙，对不对？那来九十六点五，我有先冲一半，我冲一半嘛，我讯息我都在 Telegram 里面贴给大家看哦。那我不用设停损吗？我停损在哪里？我停损在哪里？那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啊。 嗯，再看一遍哦。这个是在八月四号的那一天，八月四号那一天，八月四号那一天，我在节目当中，八月四号哦，八月四号哦，我很清楚跟你预告，有达，而且都没有遮，而且股票完全都没有遮，这才是你要的专业。我说有达，我说敦泰，我说三零一是连阳，他们的月线都是绿灯，而且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准空。你知道当时的有达多少钱吗？有达啦，好了，我们以收盘价，收盘价成交在二十二点五，就有达从二十二点五跌到多少钱？ 好，我算十八块就好了，四块钱，四块钱，我算十八，我算十八，跌四块钱。友达中股票，你随便要赔四十万，很简单呢。因为你告诉我面板价格涨价是第一件事情，我问大家第二件事情，现在全台湾有任何一个投顾老师还敢去跟你讲友达？ 群创本一笔只有三倍吗？没人要讲了啊，奇怪嘞！啊，前几个月涨上来，每一个人听得懂我逻辑吧？都跟你讲本一笔三倍，都跟你讲本一笔三倍，本一笔两倍啊！就现在的全台湾的投顾，每一个人都变成有三零三五的资源，继续啊，继续啊！啊，有打不追踪了。 所以说，你从 Te Telegram、Telegram，我讲讲白的，我们的讯息，我在跟跟大家报告，我的讯息我是放在 Telegram，我不会放在 Line，Line 里面的话都是做生意。好，告诉你我的看法，然后做生意，然后去下载我的软体。好，我很诚实跟大家报告嘛。那如果说哈，你想想看哦，有时候我觉得说，人生有时候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我举例好了，我举例，我举例，我放空有答。我举例，我放空有达，这一根长虹 K 棒这么大一根。 这么大一根，我不跑才怪！我不跑才怪。可是你看这群王八蛋，他空了半年嘞、欸，靠腰嘞、欸，他空了半年嘞、欸，他空空了半年嘞、欸。同样的，没有啦。我是有时候觉得说，哈、哦，这主力为什么他他他,他们都知道？他空了半年之后，今天董事长一句话就把面板全部打枪了。 同样三五四五的敦泰，很多我的会员问我说：“笑死，啊，敦泰的基本面很好。”我讲坦白的，你本一笔的角度，没有做笨蛋才去买三零三五资源我这样讲没错，只有笨蛋阿呆才去买资源。哎，资源本一笔多高啊？资源本一笔，你当然是买低本一笔的，让人在买高本一笔的股票啊。好啊，买低本一笔，来八一九的那天，当时的敦泰在两百四十五块钱。 敦泰预期那时候在八月十九号的时候，我再讲一遍哦。当时敦泰很多分析师预期敦泰可以赚赚四个股本，可以赚四十块钱。以四十块钱，以两百八、两百四十八、两百四十五块钱来看的话，本一比几倍？本几倍？有没有很便宜？有没有超级无敌便宜？而且它的 E P 值是往上跳升的啊！结果看敦泰啊，我这太夸张讲啊！啊靠，遇到主力现在空，那什么办法？ 啊，你要看他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人吗？你说老师他什么时候愿意放人？我好还是老外一句哈，因为我没有空他们，我没有空他们，只是我救到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我有很多的会员，他就说小师啊啊，我要不要不要买买蹲泰啊？他盘盘底盘这么久了，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去看软体很奇怪，他就是空就是空。阿威刚你不是一样空完之后破底，然后二十五家急行空完之后也破底。 可是，当我意识到大盘月线它是绿单，代表这一个月大盘它不是下跌，它就是个标标准的盘整。那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嘛。你说看，说空三年九二的红硕，我也赚了一点点板呐。然后我空我空二十八强茂，我赚了六块钱呐、啊。然后我空二三十五的智邦，智邦我也赚了将近有三十块钱呐、啊。然后呢，你说好老师，那我不要做空，那我请问各位哦。 大盘月线绿灯，你先了解我的一个什逻辑嘛？因为我发现一般投顾老师的节目，我讲坦白，我是没在看的啦。不过我我我用屁股猜也知道，永远在鬼打墙，永远在鬼打墙。好，永远在鬼打墙，就永远涨的股票他都有，啊跌一下他大都大家都没有。 啊，不然呢，就是基本讲，北比很低，北比很低，北比很低。那我现在证明过了，不管包括墩泰，不管包括航运内股，不管包括面板，它的北比超级无敌低。可是问题，股价的上涨两件事情嘛，是来自于它的未来的营收，它的获利能不能够成长？就好像今天台电跳空大涨，为什么跳空大涨？因为它财报亮眼嘛，没错吧？它财报亮眼嘛。第二件事情，你说老师，我哪知道？ 我我哪我我哪知道我我哪知道，知道他未来财报会亮眼你、啊？你问他、啊，你问他、啊，你问他、啊，我们看到三零三五的资源，哎、欸，一根红 K 棒之后，上个礼拜这礼拜了，忘了上礼拜这礼拜，来我买一百零六嘛，买一百零六吧，我停损设一百零二点五，我停损设一百零二点五，我不会像你的老师啦，蹲太卡到卡卡到阴，有打卡到挂。 然后二三零三的连电，哇，今天大涨，说看好，拜托会员早就已经输到脱裤子了。这是光这一点停损，我就赢全台湾的投顾老师。结果呢？结果呢？从一百零六涨到一百一三，现在到一百四十三呢，我赚了三十七块钱，快四只涨停板了，而且是公开预告。 啊，为什么我敢公开预告？为什么当时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我敢公开预告？敦泰挂掉，国巨挂掉，三零零六金豪科，三二六零威刚全部挂，为什么？因为我拥有了主力心态。所以说，建议大家真的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记得去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些股票它是拉真的，哪一些股票它是拉假的。我这样讲没错吧？好，继续哦。所以说电话号码零二三九三九八真的超级无敌优惠。同样呢，包括三六七五的德威，甚至呢，我们这一份资料是在十月二号给大家的。需要给大家的呢，我说呢，我看好的一个股票，好联电、世界先进，还有包括经验、包括德威、细制裁的部分，有没有跟你讲三零三五资源？ 我跟你讲，三三资源，我跟你讲一坨拉库的股票吗？没有吧，没有吧，没有吧。还有车用题材比较投机的二三七的大同，那我请问大家，从十月二号到今天十月十三号，还十四号，随便了、啊。我请问各位，大同是在这里，蹲泰是在这里，你有,沒有感觉到它的差异性？而这份资料我是有赠送给你的哦，我只是把主力心太多的。 跟主力心态空的写在里面给大家看而已。好，继续哦。所以说，所以说想想看哦，你要什么样的业所分析师？我们先放空嘛。哎，行业内股，我在提醒你们哦。我也提醒这個主力做手了，你不要让我再把十月一号那件事情拿出来做一遍哦。我是很不喜欢这样子、啊，因为我讲坦白的，如果说哦，很多东西它是。 一把刀两刃面，那我先给大家看看一样东西哦。这是今天长荣，因为很多做小时啊，你在节目当中秀三十分钟线太长了，我看哦股票我都看五分钟线。好，我们就看五分钟线哦。这是长荣，还有包括运输类股，它今天的五分钟线嘛？五分钟线没错吧？你们不是喜欢看五分钟线？你们看喜欢看五分钟线？你自己看哦。当心态再一次从红色变绿色，这样拉起来，你们拉起来？你们拉起来？有拉？这根有拉？这根有拉？ 啊，拉起来，主力心态空，啊，就尾盘它又收在一个所谓最低的低点。件事情再看，来，这个我等下再跟大家报告好了。这是昨天昨天下午七点三十一分给会员的传真稿，我等下跟大家报告。所以说基本上呢，我会先放空，放空之后，我之前先放空嘛，蹲太那些我是有跟你讲，可是我没有空。好，因为当时呢，我们做多长荣、阳明，我们有价差可以做。 而且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缴出一百三十三块钱的成绩单，所以说我没有花时间去放空蹲泰啊，蹲泰我是在七月底的时候跟大家报告吧，蹲泰啊、威刚啊、国巨啊，我说那些都是主力在放空的业水标的，权重股。 然后之后呢？之后呢？哎，这个是几月份了啊,啊？七月份，总共一百零四块啊，这个都都没时间讲的。然后八月份的话，也高达一百三十三块钱，九月份也高达九十五块钱。那只是说呢，后来呢，我把它做得更精细。什么叫更精细？因为我发现了、哦，其实航运类股的主力它有一点，当然了，这是事后你们看到图在说故事。哎呦，老张又干嘛这么短？干嘛今天买，明天卖？干嘛这个小时买，这个下个小时卖？ 那如果我昨天不先当中赚一块多、啊，那今天你又恨我了，因为现在主力做手在航运类股，他也做超级无敌短的，好不好？他也做很短啊。可是问题呢，你又不甘心在航运类股放手去做三零三五资源，我也不甘心啊。你懂我意思吧？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每天一定啊，不管它涨或跌，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航运类股最主要原因。那当然呢，我跟大家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我说为什么哈？你要拥有主力的夜衰心态，不管包括大盘主义心态，还是航业内股主义心态。我请问各位哦，九月二七号的时候，哎，今天跳很快哦，来九二幺七，这是航业内股这一波段的高点，这一波段高点，那时候还要戴口罩，看到没？还要戴，还还要戴口罩哦，紫微不估还是要戴口罩。好，心态有多转空，而且你不觉得吗？他心态有多转空，结果呢？晚上凌晨一点，哎，九二七嘛，九二七好像礼拜一啦，九二八，哎，你看这记者多尽力呀、啊。 凌晨一点四十分，美西大跳水，结果呢？航运类股有没有大跳水？所以说逻辑怎样？他先放空，放空完之后大跳水，放空跳水，放空跳水，跳水好，只果礼拜二跳水，然后礼拜三跳水，礼拜四继续跳水，来到十月一号，只果九月底的时候，我跟大家预告大盘月线绿灯，航运股月线绿灯，这是我九月三十号麻烦看重播大哦。那既然 说了解我的逻辑啦，你要想说，哎、欸，我们短短三个月加四个月的时间，短短哎、欸、七八九十行业内股很难操作哎，可是我们加这样加起来，我们的绩效是高达将近有一百哎，将将近加起来是高达不是三百三百七十块，三百七十块几倍，三百七十块几倍，两倍,倍啊，那你说做资源可以赚两倍吗？啊，你们可能你你们一定资源也买。 好，智、哦、源也买啊，联电也买啊，友达也买啊，敦泰也买啊，所有股票买的满山满谷。可是你看哦，他盘整盘这四个月，我们的获利也是高达快要三百八十块钱了，那不是解套了吗？这老师，我现在找你有办法，三百八十块啊，我就看嘛，十月份已经过一半，才四十二块钱，这什么办法嘛？这没办法。那而且这四十二块钱包括什么？你知道吗？包括什么？你知道吗？二十一块的放空。 如果没有放空二十一块，再减二十一块，我十月份二十一块，老是二十一块，加仓我不要赚。那那那那那，那你去做你的股票啊，还不都全挂掉？还不全挂？月线绿的，你又没资源，你有没有德威？你有没有经验？而且最最经验进跌停板，呵呵结果呢？十月一号那天，十月一号那天，哎、欸，拍谁哦？你要看清楚哦。八点五十分，我就跟你预告空哦，我就跟你预告空哦。 我给你预告空，哎，八点五十分，哎，八点五十分，哎，阿空，啊空就空给你看啊。礼拜五，十月号礼拜五啊，礼拜,、啊、拜五空，一百二十一放空，一百二十一放空，停损四在这边，一百二十点五，结果，哎，礼拜五跌停，礼拜一跌停，两千点一百啊，两千点一百嘛，好，礼拜跳水，跳水，跳水，补空，反手做多，你看到没？哎，空单全部获利回补，然后反手做多，反手做多，反手做多，所以说我又赚了六块钱，我又赚了七块二。 我赚七块二，看到谢老师反手做多，有没有很高兴？很高兴，我爱死谢老师了。我们又站在同一国，拍谁了？我们同一国时间好短哦，没办法。隔天礼拜三，十月六号，哎、欸，这把它移掉。来来,來我日，日子日子挡住了。来，王开高，要干嘛？啊，他跑跟着跑啊！十月六要礼拜三啊，十月六要礼拜三啊，他跑跟着跑，不然怎么办？然后又又又下去了，然后呢？周线绿灯有吧？周线绿灯，周线绿灯。 然后你跟我讲这个，我跟你讲主力现在空，我跟你讲主力现在空，啊，杰，有主力压空嘞，有没有又打到点停板？有没有打又打到点停板，好，再再快再快一点，再快再快再快再来来来跳直接跳这边好了，来哦，这是昨天。为什么你要下载我们软体哦？基本上我一直很自豪的地方，我的软体是全宇宙，除了给你主力心态之外，而且还跟你预告多方方向。就我举例哦，昨天长荣盘中我们几涨？ 最高的高点来到九十八点五，来到九八点五，看到这个急涨，我讲停白，我们不要看后面这一段哦，看后面这段是乌龟哦。我也认为涨停板嘛，我也认为涨停板嘛。可是当我拥有全世界最强的无敌软体，它在事情发生前一天，它在礼拜三十月十三号是礼拜三嘛，就跟我预告长荣明天的压力是落在九七点九三，九七点九三，这是为什么？往上急涨，我打死都不会追。哎呦哇！ 哦、老师，空手空手好痛苦、哦、啊。啊追啊，追啊，我买九五一，九五一买进之后，九六五冲一半，九六五冲一半，老师，停停在这边，为什么要冲一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周线有没有办法从绿灯转为红灯，那这边为什么不追？你不要忘了哦，上个礼拜我跟大家遇到什么？大盘周线红灯，整套逻辑我讲的很慢哦。 好好来来，大盘终于红灯嘛，好啊，赶赶胳膊洗干净了，来跳快点。这今天的我看到，来直接看结论哦，看结论。所以你可以看到哦，今天呢我们在泰勒滚的，我们动作比较快。你看哦，今天早上八点五七分，八点五七分，我奇怪了，哎、欸，赶时间不够，哎、欸、，PM 盘涨了两百点，想骂人哎、欸，八点五七分，自己看八点五七，八点五七分，航运那股主力心态空。 所以现在看，好看这张，这张很重要。来，来，开始喽，开始喽，点点兵又开始了。你现在所我说忽视，收上，望海收一六一，收上，姚明收上。所以下礼拜这两支会比较强，好，这两只会强，可是还是不要追，不要追，因为现在，老师为什么不要追？你不说这两支会比较强，可是很抱歉，运输类指数多谢你的。啊，讲了这么久，如果说哈，你都还听不懂。 代表你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你要怎么样子进步？很简单，全方位三六零少了百万电成本，还有 y o U t u b e 行销费用。欢迎大家，红区一定要选一个，直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还有多空的夜水防守价。那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航运类股每天的夜水震动跟脉动，我们的盘前关键报告航运类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真的，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周一再见。